OK， 爸比快到探油亭了。哎呦，每次的踩踏要让自己的更有力啊，不可以让自己的力量不见啊。所以该休息的时候就要休息。下坡段，这里爸爸跟妈妈来过。山区要小心，山区装备要够，保暖要够，食物要够，朋友要够，水要够。哎，这山区不容易啊。别在前面，别在前面拍照。在探油亭那边探油了，然后风来就闪，然后风停我们就走。每次的踩踏要让自己的体力更上来，这样才能一直持续。上去不好了，准备好了再上。你看，像前面这种坡有没有？你就不要急，不要急着把它踩掉。就慢慢踩，有没有？还不行，就放，就慢慢踩。慢慢踩，它就会过去了。在这里前面探溜了，
要跟风筝，他要追就让他追。哎，对方也追上去了。双膝到双膝，都到双膝了。九分，都关。哦，二十。